我跟佑婷都很好，然后我们也会一起陪小孩子长大。我知道佑婷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生，她很有她自己的想法，我是尊重的。我们是现在还是很好很好的朋友。谢谢大家关心，那我们都很好。我昨天刚回来一下飞机，我就去大直找他们。好，他们现在住在大直，那我一个人住在原本的家。那我知道佑婷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生，她很有她自己的想法，我是尊重的。人生的路上有很多改变。我真的很谢谢大家关心，但我们其实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就真的谢谢你们关心，我们是现在还是很好很好的朋友。他那一天告诉我说，你要台北电影节嘞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跟他说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好好去面对，然后。也请大家多多包涵，我们两个真的就是个性很低调的人，真的很低调。就是我觉得私生活这个部分好像不应该去影响到公众的事情，这是我从以前到现在做事情的标准。那我谢谢大家关心。